区开放活动，会场指挥海军上校彭国洲报告，十道官士兵合计638元，报告完毕。喂，王大哥，你是不是觉得记者要杨景的？你们帮手这个人吗？来宾请坐下。没有杨景这个人。海军103年国防知性之旅营区开放参观活动，美国在台协会楚副处长、高雄市殡仪局陈主任秘书、海巡署南巡局吴副局长，喂，学长，我刚司令部许副司令、司令部文主任、国防部高常务次长、第八军团何指挥官、舰指部黄指挥官、陆指部陈指挥官、校准部陆副指挥官，各位贵宾、各位先进、各位媒体的朋友、先生女士，大家早安，大家好。今天个人很荣幸能主持海军103年国防知性之旅营区开放的活动，本人谨向各位贵宾以及远道而来的乡亲们致上最诚挚的谢意。这一次营区开放是年度内国军第四场，也是海军近年来最大一次的开放活动，不仅将国防建设与民众紧密的结合，也是我们国人认识国防、参与国防的最佳途径。这一次的活动除了开放海军的成功级、康定级等各型舰艇供各位来宾参观，另外重展了各型的战甲车以及海军机动飞弹、雷达组车。在表演活动的部分，我们特别精心安排了光六型的飞弹快艇、永丰级的猎雷舰、 S 拐洞 C 反潜直升机、2栖侦搜大队以及陆战队 AAD7 型2栖突击车实施海上的动态操演。另外，陆战队一队、主权队以及海军官校五号乐队也准备了精彩的表演活动，各位来宾可以借由开放参观进一步了解国军在致力现代国防现代化的具体成果，增进全民国防认知以及深化全民防卫意识，扩大对国防事务的了解，其实在日常生活的行动上能支持以及参与国防。今天现场表演以及讲解的同仁都为志愿役的士兵，各位来宾可以看到他们平日勤练军训的成果，在此也希望各位来宾能继续关怀海军、支持国军，并鼓励有志的青年一同加入国军的行列。最后，
快点，快拍啊！慢慢对焦。 Thank you.
干寂寞了。可以拍吧，你不要只看人家好不好？哪有时间看人家的东西啊？
这不是那包。
乐意佩戴的金战操演。与我们乐队队员们合影留念，请各位嘉宾把握机会。底下可以拍照啊。哇，他的脚步好整齐啊，有没有看到吗？掌权击击